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这个体验湖的那个觉醒模式又新增了几个英雄啊，然后今天我们就来玩了一下吧，先玩一个露娜。露娜的好处就是啊，普攻一下，它那个就有一个标记啊，然后就相当于可以做到无限连。它的大招如果是空大的话，它还有四秒钟的 CD 时间啊，减少非常多。我们可以看到实战中是非常爽的，这边我们看到主要是我这个 CD 还不够，四秒钟还是有点多啊。如果能像三管网一样，对吧？就是零秒的话，那就非常无敌了，直接靠大招刷来刷去，刷来刷去，那是不是非常牛逼？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，诸葛亮被我击败之后，竟然还可以射大招啊，这也是他的那个诸葛亮的一个厉害之处。看完路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鲁班。鲁班的那个好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被动啊，能看到他的被动可以在那一次扫射啊，就是你的这个被动打出来之后，然后扫射，然后挂在那里，他就会自动去扫，然后我们不用管他。他这个也算是比较牛逼啊，然后可能是这个体验湖还是属于测试版本中，然后导弹的话在小地图上看不到了，还有一些小 bug 吧。但这个被动是真的强，我们看到这边三个人冲过来，对吧？然后我就会开个大招，刷刷刷，看见没？我已经被东皇太一击败了，是吧？击败之后，然后靠着被动，然后又把东皇太一给击败了。然后想再多体验一下其他英雄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说我的号怎么在什么不安全的环境下，然后使用了，然后就把我封号了，我一个小时就没得玩，我的两个号，两个体验湖的号都被封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手机没有那个录的也被封，哎，真的是郁闷啊！这体验湖更新，然后很容易造成误封号，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，就把我号给封了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大家觉得这个觉醒的鲁班和露娜如何呢？